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今天罗布奥特曼给我们带来了暗黑欧布的变身器，还有可动人偶的玩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这个变身器不但可以召唤暗黑欧布，还可以发动暗黑欧布奥特曼的必杀技呢。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打开之后，这里面有一个欧布奥特曼原始形态的萝卜水晶，然后还有一个小的欧布圆环 Neo。 那它看起来好像是欧布圆环的迷你版。这里的按钮可以滑动，这里可以按下去，然后圆环的部分就会发光了。这是和欧布圆环的一个对比，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欧布圆环。让我们来打开开关，听一下必杀技的音效。现在是英雄模式，可以发动奥特曼英雄的必杀技。然后再把按钮往下滑动，就变成了敌人的模式，可以召唤暗黑欧布呢。这个暗黑欧布奥特曼的召唤音听起来好酷啊！再来听一下他的必杀技。那有了这个迷你的欧布圆环 Neo，就可以召唤暗黑欧布和发动各种各样的必杀技了。接下来来召唤欧布奥特曼起源形态。哇哦，我们用萝卜水晶召唤出了起源形态。当这个欧布圆环装载到萝卜陀螺的时候，可以发动他们的必杀技呢。首先是暗黑欧布奥特曼的必杀技，暗黑起源光线。然后是英雄模式下装载到萝卜陀螺，发动的是三重起源光线。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暗黑的欧布奥特曼可动人偶。它全身都是黑色的，然后眼睛才是计时器，还有头上的水晶是红色的。让我们来摆一个必杀技的造型。那我们知道在电视上他用这一招必杀技把罗布奥特曼两兄弟打败了呢。接下来的罗布奥特曼两兄弟能不能够战胜这位强大的暗黑欧布奥特曼呢？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欧布奥特曼相关的玩具，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